横正请坐。三角锥。都骂起了，都骂起了。三角锥多高啊？就说你是中一咖吧。这个三角锥。我们可以放手吗？太浮夸演技了吧？不是他啦。做一个痛快。这个也很浮夸。为什么我觉得？是挖鼻屎吗？性感可爱，好不好？性感重点。菜渣菜渣，可以不要这样对我看吗？怎么样有问题吗？不要这样。我有点不舒服哎，为什么？性感可爱。什么意思？谢谢谢谢谢谢。你这么爱笑啊？你知道你不错哎，老师 music。真的好搞笑，怎么这么太屌了！我就演女朋友啊，对，你演女朋友 ，baby。